去威虎山中惊呼滑雪的小栓子吗？栓子，跟着我，别跑丢了。怕你们也不知道。厉害呀，栓子，滑得还挺快。看来我们都得拜你为师了啊。就是跟你学滑雪，没问题，小帅。这个让剿匪战士们都称为滑雪老师的小栓子，竟在7年后真的成为了中国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项目的首位世界杯冠军。他叫苏一鸣，在2021年12月美国斯皮伯特站的世界杯赛场上，他接连以多个高难度动作获得155.25的高分，凭借世界杯的首秀就斩获了中国男子单板大跳台的首个世界冠军。从智取威虎山中的小英雄到为国争光的世界冠军，苏一鸣始终不忘初心。在此次北京冬奥会中，苏一鸣也入选了单板滑雪大跳台及坡面障碍技巧队，将在2月6日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上演自己主场冬奥会的首秀。让我们一起期待苏一鸣的表现。